买着了。对。妈，不是你跟谁打视频电话呢？跟我爸呀。跟你爸？啊。啊，行。怎么了？你不信啊？哦，没有。那你看，你要不信，我给你看。哎，用不着。你跟谁打电话那是你的自由，我一个做晚辈的，管不了那么多。你看你阴阳怪气的呢。哎，拜拜，想你了，哇！谁跟自己老爸打视频电话这样呢？你骗谁呢？今天父亲节，我为了哄他开心，你想哪儿去了？啊？咋的？你不知道啊？啊？啊，我忘了。发条短信呢？啊，那个够用，要不我跟我爸平时话也少。你打个电话就那么费劲吗？不想那么矫情，知道吧？长这么大我从来没跟我爸说过我爱你。哎，小马，那个麻烦你给我爸打电话，祝他父亲节快乐，并且附带一句我爱你，谢谢。他是你爸，也都是我爸。不是，关键你这是有点不好意思开口。其实男人吧，往往不说，但是他们特别渴望被表白。